有一个，他们两个，一看就研究过什么样装太多了。这个姐姐，我听的我感觉对。媒体帮我签字，帮忙。哇，这都算装过来的。扛得来啊，我还是叫人家，我是叫人家送过来的。工作工作人员还是你要这样自己扛过来呀、啊？谢谢啦，送过来。这能拍多久啊？快点，电车两个小时。光临立新照明有限公司的开业典礼，大家都记得住啊！而且呢，和我们的这个公司的名字也非常的吻合，破旧立新。这是一个新产品，这是一项新的事业。那么，一个全新的公司诞生了。那么，这个全新的公司在这个新兴的事业当中呢，一定会大展宏图。所以呢，我们今天呢，首先要特别的感谢。好，周丽，请来到我们的公司的门前，跟所有的朋友打个招呼。那么有请万锦市在哦，在这边田总啊，有请大家。加拿大四川总商会，今天非常开心。那薛兆斌社长还没来，但是呢，我还是在这里要感谢一下薛兆斌社长，他一会就会来的。尊敬的万锦市市长薛家平先生，尊敬的约克区区议员李国贤先生，尊敬的万锦市议员杨义清女士，尊敬的列支文山市议员陈志辉先生，国会议员陈家洛的助理柯文正，尊敬的各位商会会长，尊敬的媒体朋友们，各位来宾，各位朋友，大家上午好。首先，我仅代表立新照明有限公司全体同仁感谢各位能够在百忙之中参加立新照明有限公司的开业典礼。1, 2, 3、yeah! 掌声响起来，我们所有的朋友共同见证了这样的一个破旧立新的时刻，这就是立新照明有限公司的开业剪彩仪式。好，请所有的